哎，约你爸几出来吃饭好不好？顺便聊天，联络一下感情。为什么要？为什么不要？他昨天约我们吃饭，你不要，人家特地从美国回来带你回去。我不会回去的。那也要说清楚啊，只不过吃个饭聊个天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聊的。怎么会？你们两父子这么久没有见。一定有很多话可以聊，可以跟他讲在台湾过得怎么样啊，跟他讲你的日子怎么什么什么都可以聊啊。也是，顺便聊我生病的事。顺便跟他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一次问那么多，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回答啊？从头开始。好，我从头开始，你不要那么生气。我真的是无意中发现的。你那时候已经跟伟忠搬到六楼。有一天，我跟瑞瑞玩躲猫猫，躲到储藏室，就发现那个牛皮纸袋。所以你随便拿到别人的牛皮纸袋就打开看？哦，不是不是。我以为是素梅姐的地契嘛，谁知道是……你为什么没告诉其他人？因为你没有跟其他人说，连伟忠都不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不想让别人把你当成病人，同情你。所以，你说喜欢我，是因为同情吗？你觉得呢？谁会因为同情跟男人告白？我很清楚，喜欢就是喜欢。如果因为同情，怎么可能对你脸红心跳？怎么可能把你压在床上对你告白？怎么可能在海边对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喜欢也好，同情也好，我都不会放手的。所以，不生气了。有这么爱我的女朋友，我生什么气呢？那中午我们约爸爸一起吃饭好不好？吃饭可以，约我爸就不行。拜托了。